喂，叫你呢，你动我机啊！不行哦，动我机，眼神都会动，你都不给我打过来！哎，你干嘛用我的梳子啦？这样好像也不行哦，小气鬼！你想梳是不是？我帮你梳，那果然哦，帮你梳，梳好，梳不，帮你梳，这样没有用的。哎，我等一下要出门哦。你要去哪？就跟我女朋友去约会啊。哎哎，马上有问你就说我去图书馆啊。好。啊，你什么时候要亲亲啊？好啦，闭嘴哦。谁老都欺负我？我没有。明就有。明就没有。跟妹妹道歉。哦，对不起啦。没关系。哦，看，看妹妹要哭了啦！对不起啦。该我了吧？没有结束啦。当初就说好我一个人出一半啦、啊，我现在想玩不行哦。啊，就重点是还没有结束啊！你等我这边玩到一个段落。是你玩很久了哎、欸。就等一下。玩个下午了呢，然后给你，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拿着去，你玩啊，你玩啊，那各出一半啊，你拿一半，我拿一半。你觉得这件好看吗？为什么你有新衣服啊？爸爸买给我的啊。那我有那件。哎，不可以，这件是我的。不一样，一件你那么多衣服哎。哎，那都是你穿过的。不要拿一件，怎么就坏掉？给我件啊！给我件怎样啊？好好学习你的哥哥，哥哥，你说你考多少？第一名。什么第一名？全校呢？啊，你整天只会玩手机哈？啊，还敢吃鸡腿？妈帮我夹那个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来，多吃一点哈。啊，老淘气哈。啊，谢谢谢谢妈妈。啊，慢慢吃哈。嗯。妹妹啊，你怎么又在玩手机啊？有一天倒在玩手机，你看人姐姐成绩都很好，都在前五名。啊，我不。那边我跟你玩。期末考成绩出来，你得知。啊，这个不能直接结束吗？扫一下，快点！
不然我乱按了哦。你按呢、啊？好乱按，真的哦，缩小一分钟哦。你最棒了，谢谢啦。一千五。